田女士，哎，下来，田女士，田女士，你起开！配合我们，你放开我！请您配合我们。干什么你？别动！你放开我！伤着你！伤我！你打你试试！这车已经抵押给龚先生了，给谁抵押了？在我们工作。你放开我！再拉着我不喊人了啊！救命啊！哎，救命啊！非礼啊！上！有没有人？我们上！放开他，不然我就报警了。哎哎，帅哥，真报警吧！别误会，我们不是坏人。别听他们说，他们就是坏人，你知道吗？这是我的车，我的车，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想抢我的车，不不不不不是他欠我们的债，这辆车已经抵押给我。我没有欠债，抵押你懂吗 ？Mortgage，Mortgage。 所以他现在是把抵押的车给开走了。你别听他说，根本就没有抵押这回事儿，没有，这是我的，我的车，我这是有抵押文件的。扣我例子。 哎，别打！我是律师，我有证件。他不是，别听他全部都法律文件。算了，这是专业的法律文件，给你你也看不懂。行了，我们也别浪费警力了，我们走正常的法律程序。放开，走。站住！ 干嘛着急走啊？我一说要报警就心虚了是吧？想要走法律程序，没问题啊，走就走，我也是有律师的。你们去告诉田东，他欠的债我不承认，跟我没关系。他只要一天不跟我离婚，这个车就是我的，你们休想再把它拿走。想要走法律程序没问题，我陪你们走到天荒地老。那我们就法庭见。 小姐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我没事儿，谢谢你啊。不用谢。哎呦，我破了，要不我帮你搬个箱？哦，别误会，我是这个学校的老师，就办公室我帮你处理一下。那谢谢你了。不用谢。 地买了，撂荒三年，就是为了修复土壤。种的那个苜蓿啊，纯有机食品，奶油的待遇啊，比人还高。要不是公司。